那么真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市场两样情哦。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事前跟大家预告的，不管包括航运类股，不管包括2330台积电，今天全部爆杀。尤其航运类股的夜衰部分呢，我讲坦白，刚才导播还问我说：“笑死啊，你之前呢，在8月14号、15号的时候，不是说要放空2603像长荣吗？就说大家有空的话，去调一下8月14号、8月15号的重播带。那么我还是老话一句哦，因为我现在我做多股票，我能够赚钱。我请问各位，我手中的825的鹏程，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甚至包括6515的隐威，那隐威很可惜，我今天卖掉，因为看到它成交量实在太小了，实在受不了。那今天隐威是拉出一根所谓长红 K 棒，所以基本上的话呢，要怎么跟大家做描述呢？我在上一个月的月底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清楚跟大家报告，我说包括台积电，包括晶圆双雄嘛，还包括航运类股嘛，你们节目都可以帮我作证啊。我就说这些股票，你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要小心哦。那基本上呢，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呢，因为今天真的有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问我航运类股到底该怎么办，那甚至呢，有些投资朋友听到他们那种哭泣的声音，我讲坦白，我也觉得很难过。那我还是老话一句，甚至呢，有投资朋友说他的老师明明满手航运类股，就在节目当中说航运类股大赚了。那我还是老话一句，那真的不干我事情了。我只能跟大家报告了，你喜欢做航运类股的，你喜欢做台积电的，你喜欢做联电的，麻烦大家一定要去下载我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为什么要拥有主力的心态？我请问各位，今天航运类股的跌，今天指数哦开高走低吧？为什么开高走低？你以为只有跌台积电而已吗？今天长荣、阳明、万海跌到爆炸，你知道长荣、阳明、万海，它也是标标准准的台北股市的成分股。那如果是成分股的逻辑之下，你需不需要知道人家主力做手最及时的夜随方向？就像今天早上呢，在非凡新闻台的夜随盘中连线10:31的时候，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空，就是因为主力心态连续两天都是个标准的空，只有台北股市它有没有收在夜随最低的夜随低点哦？那么基本上的话呢？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主力的心态？因为我还是老话一句，我们日子过很快，一个礼拜已经过去了。来，你稍微回顾一下，在上上礼拜五的时候，上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跟你预告，我说当时的台指期货在15272点哦，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主力心态它由多转为一个所谓空啊。结果呢，就是因为主力心态空，就礼拜一台北股市有没有跌300多点？就跌300多点的时候，我很清楚在礼拜一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由空转多，主力心态多嘛，主力心态多嘛，内外资对坐，当时台北股市是一根标准的长黑 K 棒，就让我预告完之后，礼拜一主力心态多，礼拜我也是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多，所以说利用这个急杀买进，甚至包括礼拜三的时候，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跟大家报告，我说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的多啊，这是礼拜的夜盘吧？礼拜三早上起床，台北股市是不是大跳水？为什么跳水？因为夜盘的夜水部分，在礼拜的夜盘，我们看到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准绿油油，所以说基本上这。就牵扯到哈，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因为主力做手真是他爸爸的，永远都比你早知道。第二重点。主力做手95%的时间，这个要记起来哦。95%的时间，它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单一的方向。那这单一方向有多么样重要呢？就好像礼拜三主力心态它是由绿色变红色，等于说礼拜二的 PM 盘主力心态它是空，礼拜三的 AM 盘主力心态它既然是多，所以说我告诉我的会员做多做多啊，这样子有没有很轻松？高达将近有300多点。结果呢，来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台北股市是出现往下的跳水，可是跳水的所以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早知道？再一遍哦，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主力的心态？因为很简单，第一件事情，主力做手他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主力心态都是个标准的多。可是来到礼拜三的夜随 PM 盘，麻烦你回答我、哦，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了。再看一遍哦，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绿色代表主力在放空。那只是说过去的主力做手他不太会去管 PM 盘，你知道吗？因为甚至更早之前，那叫做欧洲台指期货。那么，可是问题，为什么现在主力做手连 PM 盘他都要做？因为很简单，有太多投资朋友、太多投顾老师，他根本不具备任何的业水专业。看到 PM 盘急拉市价买进，看到 PM 盘急杀市价放空。可是主力做手不管在 AM 盘，不管在 PM 盘，他95%的时间，他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业水方向。看到没？礼拜三的 PM 盘主力心态全部都空，只有礼拜四跳水，跳水完之后，他
有一路杀吗？没有啊，杀一段之后弹起来。可是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看到这几根弹起来，你会不会以为黑暗中的一盏蜡烛？你会不会以为跌升就要反弹？好，这是为什么我说主力做手90%的时间，它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结果呢，昨天有没有收在夜随最低的夜随低点？好，那继续哦。那昨天呢，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包括的夜随上柜指数，它也跌破了多方的防守价。那我说呢，今天开低就会先往上走高，可是走高之后到底会丢，还是这样开低走高之后再往上？那基本上也不用讨论，为什么？因为今天台指期货它是跳空开高，好，结果跳空开高又遇到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啊，结果呢，这个反弹起来，我们看到反弹起来，主力心态还是空啊，结果尾盘有没有收在一个最低的低点？那基本上呢，这一个行情怎么看呢？来，我先写个数字啊，因为刚刚我又接受。我说过了，我现在都不太喜欢去跑通告，你知道？可是有时候三立的访问，我们还是要接受人家访问哦。那基本上我在那边先把它写上去哦，写上去，来，我先写一个数字哦，493，493，哎啊，怎么变矮？来，493，来，等于说没有，我当做证据嘛。那简而言之呢，基本上这一个行情它要止跌，它是要架构在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来自于费半指数的一个所谓部分。简而言之呢，今天早上很清楚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就很多人说笑，好，没有没有，我很诚实回答。你可能发现了，我62个礼拜35058点，到现在我都没有动嘛，都没有动嘛，还在35058点。谢老师啊，啊主力心态空，没有会员问到谢老师啊，主力心态空为什么不放空？我问你哈，我讲坦白，我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的人。你想想看哦，我现在我举例啊，我今天你知道吗？我今天有两档股票创新高，好，一档我没跟你讲过，不止哦，包括6515的隐威，好，包括隐威知道哈，85的鹏程，好，包括2383台光电，我节目当中我没有讲过，还包括1477的巨阳，好，阳就是那档盖起来的股票，我说有阳太阳的阳那一个字，哎，台北股市连找到有太阳的阳这个字的找不到了吧？有啊，阳城啊，可是阳城的阳城是在前面，不在后面。我说阳有太阳的阳在后面这个数字。那今天147的巨阳它不创新高，我也有啊。所以说我股票我做多都一直赚钱。那你说期货去放空，我没有空哦，我真的没有空哦。因为如果空当下下来有高达将近500-600点。可是所以说基本上呢，这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真的啦，你去下载我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而且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还有 YouTube 400多万的广告费用，我讲坦白的，我们只收你传输费，看一天一个便当，超级无敌便宜的。所以电话号码0239-3988。好，那就把它讲完哈。基本上呢，这个行情的一个所谓止跌讯号，它一定要让费半指数收盘先收上2660的黄老价。黄老价，老师啊，如果费半指数今天晚上收盘收在这一个数字之间的，收在2660不过，2517不破，那很简单嘛。假设我先假设哦，假设明天哦礼拜一开盘开平盘，那往下急杀来到493这附近，你会看到多头的一个所谓多方抵抗。我讲的很慢哦，因为我要让同学们了解什么叫做一个所谓专业嘛。就像很多人问我有关于台积电的一个问题，我讲坦白的，台积电你先去了解一件事情哦，不管包括台积电，不管包括航运类股，他们其实这一波的问题，它只是在复制当时台积电在678块钱，我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老师跟你预告台积电没救了。因为当时的台积电它的股价是在 AC 之下，所以说很多人说谢老师，我现在真的不想要入会，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啦，你一定要把我们的课程给带回去，因为你要懂得如何去计算 AC 跟关键价它哪边不一样，我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报告过。更重要，你要知道最基本的逻辑哦，空头格局只看压力，收上压力才转为多头，多头格局只看支撑，跌破支撑瞬间转为空头。这个我在非凡新闻台当中我有一再的教育各位，来举例哦，这个是礼拜二的晚上你们三立新闻网嘛，因为我礼拜有固定写文章嘛，三立新闻网里面的夜随新闻，我在里面我有提到，我说至于大家所心心念念的台积电，甚至包括2603长荣，礼拜二的文章哦，空方的防守价是落在507，还有91块钱，没有收上之前向上空间都不会大。好，等于说你没有收上空方防守价之前，根本没有机会。那我请问大家，礼拜二的文章，
礼拜三出来，礼拜二的文章你们看完了吗？不是礼拜三出来，礼拜二的晚上你们就看到了。结果礼拜三台北股市开高走高，拉一根长红 K 棒，台积电拉最高，拉最高一根长红 K 棒。你会不会看到台积电这根长红 K 棒跑去追？你绝对不会，你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507有受伤吗？然后呢？礼拜三、礼拜四，思翰是不是一直问我？因为思翰也是有很多投资朋友请他指名谢老师来回答长荣到底能不能够参加减资。那我讲的 N 遍了，我说你收不上空方防守价，再一遍哦，你收不上空方多头格局，只看支撑嘛，支撑只要一跌破就转为空头，空头格局只看压力，收上压力就转为多头，你连最基本的空方防守价或是压力你都收不上去，你都收不上去。哎，礼拜三台北股市是大涨一根长红 K 棒，哎，连收都收不上去，是多少来空头？它是空头啊。好了，来来，我直接跳台积电了，我没时间讲的。台积电哦，我们今年操作的很漂亮。我还是老话一句哈，老师安总不放空台积电，不是我又回到原点了。啊，我今天6515的隐威，1477的巨阳，2383的台光电还盘中涨停呢、欸。啊，85的鹏程，鹏程我也告诉你，我一张我都没有出。啊，今天鹏程有没有再创波段上面新高？是，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最主要原因。来，第一趟的台积电哦，我们就算到几月几号，算到几月几号，来来，算到今天，算到今天，算到今天，算到几月几号？8月5号，还有8月12号，我来做多，我来做台积电哦。结果呢，一档台积电我总共大赚158块钱，大赚158，158赚158，赚158之后呢，在8月22号的那一天哦，还没完哦。8月20号那天，我再一次跟你预告，星星乃至于台积电多少价，分别是落在507，还有187。你有看我们节目，麻烦帮我验证一下，帮我作证一下，我的标题我是这样写哦。结果当台积电一收盘跌破507，星星跌破157，我们跟你讲完蛋了啊！结果呢？结果呢？昨天3037星星有没有打到跌停板？所以说你不要告诉我，那是因为 NVIDIA。它未来的 A100 的晶片没有办法销售到大陆，导致于在整个 ABF 高速传输界面载板当中的3037星星、8046南电大跌啊。那我请问大家 ，HPC 这一块它也包括2383台光电啊 ，CCL 它也是，但是因为你们老师产业愿景很烂，产业根本完全都不懂啊。那我请问各位，那讲产业好来啊，啊 CCL 为什么没大跌？那为什么今天我的台光电我可以亮灯涨停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嘛？为什么嘛？所以说那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我老早在8月22号的那一天，我又再一次跟你报告，我说跌破多方防守价，你真的要很小心。不止收不上空方防守价，连多方防守价都跌破，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世界无敌弱势。然后呢，之后呢，有还跟你预告507嘛？507，我说没收上之前哦，因为股票啊不是在比赛买最低啦。623的那一天，623的那一天，我航运类股我两只我买最低啦，我现赚3只涨停板啦。你的老师在停损，结果你的老师这些学聪明的，打死都不停损，打死都不停损，结果呢暴跌。你这样子，你还不赶快来找我带枪投靠，我也真的没办法帮你了。好，继续把它讲完哦。刚刚有跟大家预告有关于费半指数嘛？那台积电一起看哦，一并看哦。台积电呢，你如果说单纯就我们软体的一个所谓部分的话，你是看到空头加码这四个字的，空头加码这四个字的。那这个四个字，这个游戏要什么时候结束？很简单嘛，我什么时候会回来买台积电？你一定要先收上491.22，你要收上491.22，491.22，我做到股票不用遮，而且连多空防守价，我在节目当中我直接跟你讲，人家主力做手操作逻辑。那491.2，如果说你是我的学员，你保证绝对会算。没有收上之前一点机会都没有，这样讲得很慢哦，讲得很慢哦。好，所以说 no 台积电嘛， no 台积电嘛。好，那 no 台积电的来来，很快带过去哦。358的神准我赚了7只的涨停板，对不对？赚7只涨停板，然后呢神准之后呢为什么都不会涨呢？因为你看到报纸的一个所谓利多。5425的台半我总共赚了22块钱，那85的鹏程我们从100，让我背一下，因为鹏程是我一直报到现在唯一一档了，我一直报到现在的股票，我139块钱买，151块钱买，167块钱买，180块，我买在180，我还跟你讲，我还在加码买。
你的老师呢？2603的长荣，180几块钱买，160几块钱买，130几块钱买，120几块钱买，100块还在买。你的老师的做法是不断的加码摊平，加码摊平，结果节目既然厚颜无耻，告诉你大赚。我是拿出所有证据的哦，是说很多人说他会跟错老师，我跟你讲，讲坦白的，很多老师他根本没有心思照顾会员，为什么？你看嘛，一个广告，一个广告要花400多万、啊、一个 YouTube 广告 ，YouTube 广告要花400多万，所以说他告诉你呢，赶快加入他的 LINE， 他免费带你做股票，你加入看看好了，不是帮主力做手出货，不然就是全部都在广告。全部卖广告，全部卖广告，他要卖广告，赶快入会哦！你看我们手中的股票，威盛子、威盛又涨停板哦，反正每天涨停板的股票，我谢温我都有，我不用吧？你股票是这样操作的吗？你股票是这样操作吗？你在股票市场，我讲坦白的，不管包括2603，不管包括85鹏程，他们就只是一个 quotation mark。那问题为什么我这么看好鹏程？来来，再看一遍哦，139块钱买，151块钱买，167买，180买哦，180买哦，180买哦。啊，今天鹏程有没有创下收盘的新高？那我有没有大赚131块以上？还没完，我谢温哈，到底在坚持什么？哎，我那张基本面的 CG 怎么突然不见了？来，我是在坚持这一个今年会更旺吗？拍谁啦？我自己会做我自己基本面的研究。我有没有告诉过各位？我说鹏程在车用整流二极体，我说我不会去买台半。我也不会去买强茂，强茂根本就是出局啊！为什么强茂出局？因为很简单，强茂在整流二极体这个区块，它是 for PC 的 ，for 手机的。那你知道 PC， 你也知道手机根本完全卖不动。那我说鹏程呢，它在车用整流，车用在前面，车用整流二极体，它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全盘第一名，那么甚至于在48V 的 MOSFET 的，甚至于在 IGBT 这个区块，哎，你要知道哦，他现在才刚开始，没有，不要说现在了，他才刚开始投入 IGBT 这一个区块，大概占他营收2%到3%左右。那我请问各位，现在台半也说他跨入 IGBT， 那我请问大家，如果说你是宾士，你是 BNW， 你是福斯，你会用鹏程的还用台半的？这是我的坚持吗？这是我的坚持吗？这是我的坚持嘛？结果呢？当然，你找全世界第一名的嘛。但是找全世界第一名，就这么样的一个所谓简单。结果呢？鹏程，恭喜会员，真的赚翻了，真的赚翻了，赚翻了。行情不好，我们大赚。那像这种小菜的部分啊，小菜了，小菜，小菜了。1513中天电也赚了2只的涨停板哦，一样嘛。买完之后，买完之后抱着，抱着之后就看到报纸的利多。3163的波洛威，波洛威我们赚了4只涨停板。6133的金桥，金桥我们也赚了3只的夜水涨停板。再从金桥到哪里？在5258的红宝，红宝我们也赚了300,000呢、欸。那我想请问大家啦，你要我请问大家，你要什么样的老师啦？我告诉各位啦，我的节目哈，对很多投顾老师而言太突兀了。什么叫突兀？因为一般投顾节目，他股票一定要这样遮起来，搞神秘嘛，搞神秘嘛，就好像我们老板常举例的，就跟槟榔西施一模一样，他可以全身脱光光吗？不行嘛，如果没有违反社会什么社会秩序维护法了，至少你半遮半露，半遮半露，你们这一群色男生有没有更喜欢看？你喜欢看一个裸体在那边，还是看半遮半露的？我们老板常这样讲的嘛，啊，当然看半遮半露的嘛。所以说我的节目对大家来说太突兀了。从358的神准，我赚了7只涨停板哦。85的鹏程，我赚了131块钱哦。这是不是我台办？我也赚了22块钱。哎，这么好赚？你老师怎么都不会做股票啊？所以说你们选老师哈、哦，那什么叫突兀？再一遍哦。这礼拜的节目，礼拜的节目，我们直接跟你预告。我说6683雍智科涨停，你要马上想到6515的隐威。这是我麻烦你掉下礼拜重播带哦。我说6683的雍智科涨停，你要马上想到615隐威，因为都是做什么半导体高阶的测试的。结果就不用讲了，还没完。我说3163波洛威，还有4977的重达，他们都是做什么？做什么？他们做什么？光通讯也是未来的主流。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麻烦看一下今天非凡新闻台盘中的夜水连线节目。好，结果隐威呢？隐威，你看呢？我们买在390。
我买390，我没有出最高了，我没有出最高了，我买390了，我出450了，因为这张股票你逮到了405，拍着450，390买进，我405出掉，我这样也赚了15块钱了，我这样也赚了15块钱了。那跟你看，我这都没有遮牌啊，我这有遮吗？我这有遮吗？我有遮牌吗？我有遮牌吗？甚至刚才导播问我说，谢老师6683雍智科能不能买？我说，哎，他今天涨了一点，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做这只，我没有做这只，我没有做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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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只哈。结果呢，甚至波罗也跟你预告嘛，昨天跟你讲的嘛，啊，结果今天波罗有没有涨？那老师在那什么啦？好啦好啦，33星星就不用讲了哈，不用讲了，卖的时候跟你讲哦，哎，星星我赚最少赚4块钱。这一波绩效最烂就是星星，我只赚4块钱，不过也是赚钱。好，我出场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跟你讲的很清楚，讲的非常非常明白哦。因为星星呢，我是做这段赚4块钱的，赚4块钱而已。那问题为什么要出？为什么不敢留？因为麻烦看一下主力心态哦。所以说你看嘛，我的会员多幸福啊！当你看到主力心态，看到没？这一天的时候为什么？哎，为什么我有这天证据？不是，这个是礼拜三的哦，礼拜三的33星星哦。因为礼拜三有投资朋友带枪来投靠，他手中就只有长荣还有星星。那长荣他看我的节目，我节目说我要放空长荣，所以说他把它卖掉。然后他手中有星星，他问我说：“小师啊，星星能不能加嘛？他七月份营收很好。”我说：“七月份营收很好，可是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你知道哪些公司八月份营收很好吗？不知道吧？那七月份营收很好，而我八月份营收变不好了。”老师，我不知道星星八月份营收会不好，而且美国对，其实我讲坦白，现在闪你们比我还厉害哦。美国对中国制裁是明年9月的事情。我靠，你们想得好远哦，你做股票做到9月去了，怎么这么远啊？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就跟图先讲一件事情哦。我说你看一下主力心态，你看主力心态，他在做多放空，他在放空哎，他在放空哎。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说你要去下载我们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最久的原因。那行内我更好笑，来。行业类股很多头部老师死抱活抱，为什么死抱活抱？为什么死抱活抱？因为外资买了12000多张，8月31号哦，8月30号还买了3700多张哦。然后结果呢？我是跟你讲空帽价，所以基本上哦，你喜欢做行业类股的，我讲坦白的，短时间之内哦，你来找我没有用，因为我不会做，我不会做，你不用来找我。那当然呢，要不要减资？我讲坦白，你是迫于无奈，你一定会参加减资，你只能减资嘛，不然不减资，不然怎么办？那减资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跟你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它减资的这一段时间，阳明、万海继续跌，当长荣重新恢复交易，一定直接大跳水，就跟当时的国巨一模一样。它先减资完之后，因为其他被动元件跌到爆炸，所以说呢，当它一减资的那一天，股价先暴跌再说，一定先暴跌嘛，至少跌20%到30%嘛，有可能嘛，有可能跌20%到30%嘛。那我只能跟你强调了，接下来不是要看长荣，你要回头看阳明。阳明如果没有收上空方防守价之前，我告诉你，还是下跌嘛，继续跌嘛。来，再一遍，你做行业类股哈，你们总会看我的节目。去参加到那些三脚猫的老师，我讲没办法呢。来，我讲多少次了？我们跟你讲说这个会来，麻烦调一下前天，麻烦调一下昨天，麻烦调一下上个礼拜重播带。只是外资啊，时间点抓得不好。六二三的那一天哦，外资说会到70块钱，到70块钱。结果呢，我跟你讲，我买航运类股。当时航运类股，阳明暴跌，长荣暴跌，这除权前吧。六二三的那一天哦。好，结果我赚了一只涨停，我赚了两只涨停，我赚了三只涨停。然后之后呢，我又做了一趟阳明，我又赚了一只涨停。然后之后呢，93.3，我又买进2603的长荣。等于说，从六二三那一次，我是长荣、阳明我一起买，所以说我总共赚了3只涨停板。然后之后开始分家喽，先之后出掉之后，只买阳明。所以阳明我赚一涨停板，然后阳明出掉之后，当他再往下杀，我只买长荣。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差别？你把我课程带回去，真的，你把我课程带回去，一天只花你一个便当的钱，这样子你也做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好，我所有学员呐、啊，提示，因为后来那一段，后来那一段，
长荣是破多方方向，所以不能做长荣，所以只做阳明。然后之后这一段，从93赚到106块，我会爽死了，尤其出完之后，这我有点不太爽，早知道反手放空。来，基本面走跌，基本面走跌，然后放空，跟你预告放空哦，8月17号的时候吧，8月16号还是17号吧，我说啊，空方首选航运类股，为什么？因为主力在放空啊，八月十四号的时候跟你讲说航运类股没救了，结果呢？8月16号再讲一遍哦，我说跌破98.16没救了 ，still no good。好，我是用很简单的英文跟你讲说没救了。那问题为什么98.16这么重要？因为很简单，我的软体它除了给你主力心态之外，我的软体手机版的正下方，电脑版的右半边，它会很清楚的跟你标记多空防守价。因为呢，在8月15号的时候，我的软体预告长荣的多方价都在98.16，就8月16号的时候收盘小于98.16，所以说我跟你讲还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就是因为这样子之后，你开始看到了货柜海运报价一路下跌，货柜散装报价爆出双杀，然后呢，跟你讲说本土法人降频至中立，然后 EPS 今年恐只剩下40%，然后甚至于呢，今天早上某外资券商更厉害，他怎么调降长荣的？你知道吗？他怎么调降长荣的？今年预估 EPS 58块钱，你看。全部被我讲中了，今年预估 EPS 58块钱，明年预估12块钱，后年他估到后年剩下5块钱。如果让他估计对了，我讲阳明啦，因为长荣要减资啊，我们讲阳明啦。我阳明买多少钱？忘了，来，哇，这种估法很恐怖哦，我很怕他对，来。我买16块钱，长荣我买了31块钱。我再讲一遍哦，他估明年 EPS 10几块钱，然后后年剩下5块钱吧。如果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会跌为16块钱，会出人命。那他 EPS 跟敦泰有什么差别？你不要不信邪啦。我之前跟你预告70块目标价，你看都还没减资，都快到了。你知道不要不信邪，到时候到16块钱哦，你会输到脱裤子，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哈，你喜欢操作台积电还有行业类股的，你一定要知道大盘主力心态。你想要知道，你想要在第一时间在非凡新闻台盘中连线知道的好朋友，你留下你的姓名还有电话，直接打电话进来，你留下来，我们第一时间。我们直接告诉你，好，继续，羊，有没有看到羊？有没有看羊妹妹？羊营收大成长，哎，妹妹蹲下，我盖牌嘛，我很难得盖牌嘛，羊来，羊1477巨羊营收大成长，1477巨羊，你看鹏程我在加码了，1477是不是同一只？是羊妹妹，180块买进，好，185块再买，我买股票这样子做的，好，那今天啊，看到9点20分，1477巨阳191获利卖出一半，好，1477巨阳191获利卖出一半，今天9点20分，好，来，重点来，为什么要卖嘛？因为今天该死大盘主力心太空，结果，可是我还有一半哦，压回我会买，好。那这张股票，这张股票今天也上涨，老师好慢哦，好来哦，8月份营收哦，你做股票做什么股票你知道吗？现在9月份要开始陆续公布8月份营收，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些股票它的8月份营收可以创下历史新高。我举个例子哦，鹏程一定创新高，1513中兴电，1605华兴这都创新高，可是这些股票都已经涨多了。都已经涨太多，358神准都涨太多了。那还有哪一些？其实我找到一两档股票了，
它的营收创历史新高，可是股价的位阶不要说在地板，地板的股票绝对不能买，地板股票在半山腰。那我都写在我们私人的 Telegram 里面，好 ，Telegram 里面，我们都写在私人 Telegram 里面。那当然，如果我都写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等八月份营收全部公布完之后，那有日期，上面打日期嘛，我会拿出来跟大家验证，我会拿出来跟大家验证。这就是一个投顾老师的功力。那当然，如果说你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你想要下载我们的软体，或是你想知道八月份营收，或者你手中有航运类股，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我还是老话一句哦，你不要让那个什么汇丰证券说对哦。如果后年 EPS 剩五块钱，干也出代级啊！拍谁？我讲脏话，不是我讲难听点，这干真的怎么这么高？搞看什么搞什么鬼啊？你要从58块钱变10几块钱，要变5块钱，那就还得了、哦？所以说呢，基本上手中有的，你真的要勇敢面对。想想看嘛，如果说这一段你不去买航运类股，你去买我的保有的鹏程，你现在大赚。讲难听，你买1605的华兴，买1513中心点，你也赔不到半毛钱呐、啊。还赚钱的哈，所以说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那所以说，如果去下载软体呢，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下载软体，顺便询问有关于我们线上课程，还有我们盘中完整的资讯。真的，一天只要一个便当。我们周一再见。